黑字的笔顺问题是鲜为人知的，特别是对书法没有精到的研究的人，往往不知道这个飞字的笔顺问题。好，我们先写一个正确的笔顺让大家看一看。是这样写，这是这个飞字的正确的笔顺。那么大家说究竟是哪个地方和一般人写不同呢？大家注意看，就写完了第一个翅膀，写完这个地方以后，注意看，要先写这一笔，然后写这一笔，再写最后的这个翅膀。是这样的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笔顺过程，常常错误的怎么写呢？连续写两个翅膀，这是一种错误的啊。然后写这一笔，再写这一笔，这是错误的啊。还有的呢，一种错误笔顺是这样写，写完这笔之后啊，写这一笔，然后写这个翅膀，最后写这一笔，这也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大家看一看正确的笔顺，它有几个方向感。看啊，写完这个之后，写这一笔，注意看，千倍的字帖当中，往往这虚虚的挑起一点勾来。挑勾干什么呀？挑勾是顺着这个笔锋去找，寻找下一个笔画。那么下一个笔画就是这个点儿，这点儿又挑起了虚尖来，是找下边这个笔画。顺着这个笔画的顺序，再写出最后的这个笔画。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看到它的来龙去脉，是在用幽丝引带勾引出下边的笔画来。那么到了行书阶段，这就更加明显。好，我们为了把这个飞字向大家交代清楚，再把笔法问题向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。大家注意看，起笔、转折、转过来，注意看，这个笔尖是这样起来的，这个勾啊很不好拐。我再写慢一点，大家看，这个笔法必须得学会，从这儿转过来，注意看，是这样，这个勾不能慌幅，不能挑着这样来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弹起来不对的，是一点点起来的，到最后越到结尾越快。这一笔写不好，那么下面的翅膀也不可能写好，这两笔是一个笔法。再注意看一下，然后
轻轻地点两个点，竖笔下来。诗剑大家注意，这笔是主笔，不要以为最后那翅膀长就是主笔。这笔如果你没有写成功，这个字整体就塌陷了，这是中心的一笔。再注意看，这撇写完，最后这一笔转，转过来又是这样笔法，看，用笔尖起来的。转的时候，这是腕上的功夫啊。我们把这个字写完，大家注意看，最后这个长的这笔，是腕力上的功夫，是这样。这个角最后这儿要出尖儿的，太锐不行，没有尖儿不行。里边是外边是方的，里边是圆的，如果这个角度弄不好，这个字就失败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说勾是末梢神经，前边写不好，后边就无从谈起。注意看，先把前面写好，这儿好，到这儿才很出好效果。如果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好，那么下边就无从谈起。把这种笔画写好了，后来的风字、什么凤字，这等等这些字，就都快好了。这是要注意的。我们还要向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飞字啊，按严格的按着书法的要求讲，这两个翅膀不能都挑起钩来。但是可是我们的前辈书家们，99%的书法家们都是把这两个翅膀挑起钩来，而独有欧阳询在写这个时候，他上面这钩不起，用顿收，下面钩再起来，这就是书法当中讲的那个燕儿不重飞呀，不能飞两次。所以欧阳询在写的时候呢，是这样按收，没挑起来，然后这点了两个点，再写这一笔，稍微也这是一样的，然后挑起来，这勾起来了。注意看，这勾起来了，而头一个勾呢却按收了。按理说这样写是对的，是最讲究的，可是包括我在内却感觉这儿啊突乎乎的，没有挑起来，觉得压了半口气。所以很多的书法家们就不采用这个方法，包括我本人写10次的话，也都有9次是燕儿重飞，两个双飞起来，显得这个字呢非常的生动活泼。因此呢，我们对这个字呢知道欧阳询有这种写法也是对的，但是呢为了字形的美，往往我们也不遵守欧阳询的这个法则。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我们必须得知道，你可以不采用，但是你不能不知道。但是也有人写出这个字来之后，把上面两个翅膀故意写得非常的张扬，注意看，写得非常大，然后这个笔顺是一样的，挑起钩来，然后看，都很张扬，写出来呢也很好看。我们看一看这个《灵妃经》，就唐代朱绍京所写的《灵妃经》，大体上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飞字写好了是个非常漂亮的字，而写不好就非常的丑陋。这个字是非常吃功夫的一个字，一方面是这个字的笔法非常的讲究，同时笔顺也非常讲究，所以我们特别的向大家介绍这个飞字。